长江流域包括哪些地方？长江流域是指长江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广大区域，横跨中国东部、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。干流流经青海、西藏、四川、云南、重庆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上海1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数百条支流延伸至贵州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广西、广东、浙江、福建8个省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，总计19个省级行政区，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千米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/5。长江流域内共有通航河流3600多条，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70%，在全国内河航道中有着重要地位。